看看新闻网。5月10日，兰陵王剧组传出有演员在片场意外受伤的消息，不料这一次不幸中招的是兰陵王的主角之一冯绍峰。今天下午，兰陵王剧组在秦王宫拍摄的时候，饰演兰陵王的冯绍峰在拍摄大场面练兵戏的时候不小心被马踢伤，脚部受伤，但依然坚持待在现场继续拍摄。据悉，冯绍峰是在拍摄兰陵王时不慎被马踢伤，导致小脚趾骨折，就医之后已无大碍。虽然绑上石膏的右腿造成了拍摄的极大不便，但是敬业的冯绍峰还是第一时间赶回片场独脚上阵。而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也对冯绍峰两天后的戛纳之行造成变数。同样深受病痛折磨的还有欧美歌坛巨匠蕾哈娜。据美国媒体报道，当地时间本周一，蕾哈娜在出席完纽约服装学院晚宴后因疲劳过度和脱水入院。蕾哈娜本人也在医院上传了自己打点滴的照片。蕾哈娜弟弟表示，姐姐因为长期过度工作已疲劳数月之久，不过经过治疗，目前蕾哈娜已经顺利出院，并于当地时间周三上午回到了位于洛杉矶的家中。